周家堂郎就客家功夫，而我本人就客家人，所以自細就可能受到長輩的影響。佢話周家堂郎就係我哋客家人嘅功夫出名嘅，係一門好嘅功夫。所以我可能細個就好細個時候受到影響，所以表大嘅時間，我如果學嘅時間，我會學呢門功夫。 因為嗰時間好多時咧聽到講咧，我師傅葉穗個名，佢話啲功夫好功夫，佢人即係教佢學呢家功夫咧係好多係學得好叻，所以我印象咧就係即係好仰慕啊！變咗到大個時間啦，都出嚟做嘢啦，有機會啦，跟住揾到啦，跟住學佢功夫。 跟住我直嘅，吸氣，冇耷低頭，去，去，吸氣，捉住快啲。學咗跟住跟足我師傅學足10年，但係學個時間都幾辛苦，因為我收工就喺我師傅度，上九龍城，後屘佢搬咗去九龍城。總之我收工咧就大部分時間就放喺呢度學足10年嘅時間。係啊，所以但我嗰陣時候結咗婚嘅喎。 又變咗我太太又講話：喂，你不如就擔張床啊，攞張床去啦。你嘅時間淨係喺度枕咗時間喺玩功夫多，呢啲有咩自己興趣？打張最好嘅，係啊，隻手唔好捉，但係練嘅時間。望住我，去，你望隻手做咩啊？去，起上，好，可以咁講，以我哋嗰輩絕對係。 點解？第一，以前邊有咁多活動嘅啫？第一，第二，又冇錢啦、啊。你邊有好似而家啲？第一，有兩樣嘢壓咗你好多時間。第一，電腦；第二，個手機 WhatsApp 啊，又上網，係咪啊？有錢，有時有啲 friend 去飲茶、唱卡拉 OK， 但以前唔係噶嘛。我早啲上嚟，有時間早啲上嚟。 即係同啲師弟傾下，同阿師傅傾下。第二跟咗啦，我練完之後啦，練完功夫之後，跟住佢仲可以咧坐低同師傅傾下，或者飲茶，或者甚至乎又喺度操，冇規時間，分別好緊要呢度。實啲，另外練開佢，另外條腰，只腳可以用條腰連翻正。行咩？後生推前啲，下邊上，上面落，塞。 個手啊，下邊都轉上去，有冇呢手固定？以前真係叫師傅，而家好多係叫教練。我跟你我功夫，而家嘅有啲個殼租個殼，有啲咩成個上到嚟，夠鐘上嚟，夠鐘又上嚟，幾點至幾點？譬如好似7點至9點，我7點鐘有啲7點後收工啊，上到嚟玩陣間，夠鐘就走，跟住呢個殼。 教俾第二班，所以而家嚟講，以前我哋嘅對師傅嚟講，即係好似自己阿爸，所以嗰陣時嘅師傅咧，好多時咧，即係所謂係一種嚴肅，係一種威嚴嗰啲，即係好似阿爸以前嘅教仔咁樣教功夫咁嘅時間都係咁樣。總之同而家分別真係好遠。以前咧，師傅教你嘅時間，你阿師傅點解你唔敢問嘅？佢甚至乎咧，佢講俾你知。 教下你執，你手咧係好開心，所以執一樣教一樣嘢，自己永遠都記喺個腦嗰度。最後嗰個，有時自己攞個心嚟教佢，但係到頭來咧教咗之後，親手執佢點點成。佢甚至乎有啲嘅時候，有啲原因咧，佢話即係佢會咧點解要教佢咁正，教我咁正。 又唔開心嘅，有啲唔係，又鬧我，我咁我成日鬧，咁你年紀咩成
我講咗啦，第一樣你嚟已經鬧噶啦。我鬧緊唔係當然係又鬧咪鬧，我教咗隻手著重呢個嘢點樣做，呢隻手唔好廢渣。邊啲人錯邊啲啱？俾個渣，佢變咗有啲咧，即係你教佢講嘅啫。嗱，叉手個爭點樣去？佢整完之後，哦，即係你講完翻轉頭又係咁樣。收錢開心，唔係嘅。有時你見到徒弟咧，你教到佢，哇打得之後，自己真係好開心，自己啊都有效。即係正所謂講難聽嗰句，即係我哋中國人見到，正所謂見到自己仔女啊有啲成就，自己徒弟有啲咩成，係咪好開心？就呢樣嘢。攞埋啦，嗰條刀 OK， 好啊 ，OK。試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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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